我们一提到父母，首先想到的英文单词是 parents， P-A-R-E-N-T-S， 这很正常啊，最常用的，假如指父亲或者母亲的一方， parent， 不用加 s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、更常用的父母的说法，口语中啊是 folks， F-O-L-K-S， folks 指的是人啊， people， 但是你说 my folks， his folks， 这时候就指的是父母，俚语中常用的啊，不能经常说 my parents， 感觉好像太正式了。好，我来举两个例子。 My folks ar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， 我父母生活在乡下。第二个， Mr. Wolfgang hasn't seen his folks for 5 years， Wolfgang 先生5年了都没看到自己的父母。好，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